大家好，我是黄子晴 Adrian， 很开心能够成为顶尖金融集团的最新代言人。今天呢，我来到就是拍摄很多不同的造型啦，有 OL look、运动 look、生活写意 look 等等，全部 look 我都很喜欢，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。顶尖给我的感觉是很专业、创新、很有活力的一间公司，而我呢亦都一个很有想头、勇于尝试的人。近年呢，我搞紧网上首饰生意，所以我一得闲的时候呢，就会看多些金融时事和财经新闻，学多些理财知识，为自己未来做好准备。今日仲有另一位代言人嚟拍摄，大家又估唔估到佢系边个咧？